大家好，今天咱们来拔这个萝卜，这个是那个红萝卜，我们来为家做那个酸萝卜吃。就这个太密集，种的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把它分点，拔一部分回家了。这个太多了，要不然它不会大的。看这个都是小个小个的。这个都太小了，这个，看这边这个有点小，这个就不拔了，这个太小了，都不舍得拔了，我们去拔那个白萝卜吧。这个好长啊，看这个个头，这个个头挺大的，也又长。看这个，这个分了一个小的。哇，这个才是大这个。哇，这个，哎呀，断了！看这个大家伙，因为我们种这个是那个黄泥土，所以啊，我们这个萝卜是挺大的，也是非常好的，个头都是这么大。我们要把它上面这个菜叶啊，把它断掉，然后，操，哎呀，这个背头有点小。满了，这个背篓都装满了，又拿了一个袋子装，这个肯定非常重。乖乖，现在这些菜叶我们拿回家喂猪的，但是太多了背不动了，等一下再过来背啊。走了，背回家去了。那个我们要全部拿回家做那个酸萝卜啊，想看这个酸萝卜是怎么制作的，请关注我的下一期，拜拜。